小乐乐又玩他的小球呢，特别喜欢这个小球，谁抢都不愿意。胖虎，又做梦呢。胖虎，他自己玩，大家在看，他都在这看呢，看着。这以后能进国家队啊，可以培养一下。这球传的，传你爸那儿来了，看你爸满脸的不耐烦，哎，小兔子一样。大宝啊，你们要不要玩啊？这传球传的，又传到爸这儿来了。胖虎都要烦死了！哎呀，真厉害呐！我们让这个绳儿经历了多少代小猫的玩儿啊！人家都在那玩呢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程咬金，正乖，看家呢。对，这给你吧，这给你玩吧。玩这个吧，看我们是传球员，每天都是这时候能玩两三个小时，跑累了然后吃一吃。哎呦，传你爸！哎呀，胖虎，你又伸你个猪手，你又伸你那个咸猪手，人家就是拿胖虎，赶紧儿子把球拿走嘛，人家去取球了，你看坏不坏？胖虎，把球给乐乐，不许打啊！你这坏不坏？胖虎，坏蛋！那乐乐难不难？就为了要个球，先冷静。对，等他走了你再拿。来看一看，拿吧。哎呀，这小可怜儿，你上这儿干啥来了？你在这儿干啥来了？胖虎就觉得哪个地方清静就躲哪儿。你咋又来了？你咋又来了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你爸烦死了。看他眼神儿，看他胖虎的眼神儿，忍耐到了极点。刚从那边躲到这边清闲一会儿，乐乐，你别往你爸身边传嘛，好像故意的一样。又去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再去那边吧，好吧？烦死了，是不是？别理解你，你的眼睛冷冷着。